哇哦，这个是早就停产的奔驰那个 CLS Shooting Breaker，还有那个 CLA 嘛，旁边是起亚 C 的旅行，这个销量也是名列前茅。这是上一代老的5008，你看那时候 MPV，旁边是 MPV 的始祖 Espace，这个不知道它第几代车型了，现在早都成为 SUV 了嘛。刚刚看到那个 CLS，这个又是一个 CLS，是的 CLS 还是 CLA 啊？屁股那个标被抠掉了。这又是一个黄色的小狮子，呵呵，这个还是个 GT 拉银顶配的嘞。旁边又是个 minivan，克里尔，老远就看到这辆雪铁龙 C4 Aircross，现在有 C3 和 C5，这个是最早的，也是雪铁龙标志雪铁龙集团第一辆那个 SUV 车型吧，好像是和那个三菱合作的，这个是三菱的劲炫嘛，相当于换了个标嘛。这个车还经常看到，